道教，它的龙啊，各位看到了，这是像 W 形状的，叫做这个形龙啊。W 形状叫形龙，如果是有回头的，叫做回首龙啊。但这个是属于 W 的形龙啊。它的爪，各位看到的都是四爪，神仙四爪，皇帝五爪，一般官员三爪。还有这个地方是龙臂，来去往前看一下。城外，啊，真正这个墙过去才是城内。目前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城啊，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整个安平古堡是因为这一面台湾城的残疾城墙，才因此得为历史古迹。如果没有这一面墙，安平古堡不是古迹。好，然后就是1895割让给日本，1897的时候，为了建海关宿舍。才重新建了这个垫高的台阶式的，好，然后里面有几个景点要看的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郑成功像，等一过去会带各位看，然后接着就是到里面参观它的文物陈列馆，接着呢，啊，我们会去到旁边的眺望楼，啊，这眺望楼是1975年的时候啊，基于观光考量，啊，观光是为了配合观光活动，哈，才建的，哈。1661年，就是4月21日攻河南，1666年的2月把人投降，但是郑成功呢，在1666年的5月就过世。